先修学思维，素弘世观啊，学无学人文化皆得记，今未曾受记，心思未安，昔若受记，以君贤者喜，先修学思维，素弘世观。这是咱修学佛法，爱时时啊，先修啊，也搁都爱好好学啊，思维。思维修啊，思维修就是心定心专，心静定向，这就是思维修。咱常常讲，坐禅入禅定。禅不只是只坐着的时，定最高的功夫就是动中定而静，这就是咱修学佛法上重要。啊，这咱都要好好修啊，修定的安尼的功夫。啊，要修安尼的功夫啊，咱必定呢，哎，发素弘誓愿，素弘誓愿就是佛的本愿，也是佛的总愿，佛佛道道，每一尊佛啊，可以有别愿。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总愿，释迦牟尼佛甲其他的佛同款，也是发素弘誓愿，不管是总愿或者是别愿呐，无不都是为救度众生。大家人知影素弘誓愿吗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是佛佛道道啊，每一尊佛。就是发阿弥的愿，在生生世世修行的过程，释迦佛当然啦，在素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为着要度众生，他就爱足。悲喜舍，大慈无悔啊！这大悲无怨，大喜无忧，大舍无求，这种开阔的心胸，安尼呢，来立灵根，教化。众生啊，素弘誓愿，咱爱真重视无边的众生，唔只是干那人类的众生，也佮其他形类有生命的众生，咱拢爱。弄灭度，这都是
爱，爱培养着真细腻开阔的爱，细腻真美细啊，爱真呢真美细，就是讲真详细、真细心，就亲像看到台湾啊，有一群一大群啊，人间菩萨，因为母亲节啊，主祭日啊，搁在佛诞节啊，三节合一啊，因呢全省从家人一直到乡村。大家人拢真虔诚，虔诚的方式呢，就是走入社区人群中去，咱的关怀好，咱长期伫咧帮助的人，也搁伫因厝边头尾啦，社区因拢一应呢。会去送手套啊，好去做关怀啊，不是干那为咱的，咱的关怀救济何日矣？伊讲，啊，阮定定来这个庄头，定定来这个社区，啊，有较娇娇人啦，啊，搁遮的阿公、阿嬷，啊，这个家庭。啊，嘛都需要恁多照顾啦！啊，阮住哩遐尼远，好照顾无接应啦，啊，都爱毋忙恁，也爱多关心。好，你想，这是偌呢美事啊！遮尼只细心，咱上远个无法度达工照顾会着。咱就代替遮个伫咧，互咱关怀，不管是老人，或者是弱势家庭，希望呢，因附近的人啊，会当多关心，咱替因结好缘呐。我听到因安尼的用心是。从家人啊，到乡村去，转生哦，这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偌呢真开阔啊！啊，唔只是伫转生的开阔，啊，佫遐呢真细腻的，考虑到。厝边头尾会当帮咱去照顾人，这种遮尼遮美事，都想会到爱的开阔呢。唔止伫台湾，也是全球啊，也看到非洲的菩萨啊，同款啊，也是为着。阿嘛要准备浴婚啦，同款呢，伊嘛是安尼，母亲节啊，主祭日啊，看因玩啊真活动啊，有看到讲吼，伫赖索托有几位呢，赖索托当地的菩萨。年底阿妈回来修正啊，啊几天的内底呢，予伊了解啦。师父一直伫咧讲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这种忧心，师父遮尼正担心啊，要救济天下。大天就是讲时间无够，来不及啊！天下灾难偏多，苦难人多啊！要安怎普及？
去帮助人，伊呢深深去体会每一个地方就地的人，就把这份的爱开化出去，每一个地方当地的菩萨，就是照顾迄个地方，伊开始发心啦，发心要伫因的国土里去遍洒大爱的种子。因讲，伊要用心把握时间，甲这个时间要用伫人甲人的中间，而且发心入愿啦，伊要甲来不及啦，化作来得及，啊，都愿偌呢大，发现来不及，意思呢，来得及，反正呢，把握当下时间，做得对啦，要伫人甲人的中间啦，去遍布爱的种子。果然12月1日回去了后，到现在啦，无有一天停歇着，一直呢穿梭在人甲人的中间，所有的社区啦，每个家庭啊，伊拢总去深入。去关怀，啊，发放，诶，卡热无停过啦。有诶呢，精神诶抚慰；有诶呢，是有形诶帮助。这呢，就是伫赖所通，因四五个国家会合呢。在日本，在那个地方举办培训啊，在那个地方精进啊，他们的精进是除了说每年啊举办一次这两次吧，以外呢就是就地啦，每个月呢都是继续在那举办，就地举办在地志工的培训，看到因真正是真精进啊，欢喜，真正是化来不及啦，为来得及，安尼呢，自然呐，众生无边呐。空间开阔，那会当呢？伫遮尼正大诶空间，大家人诶心啊，合齐起来，同时呢，就地啦去关怀，就地呢用爱诶力量去付出，安尼呢，同时啦。就会当增进普遍呐，这苦难的众生，都会当同时得救。这些啊，看到大家人用心用爱伫咧付出，无分人种啊，因当爱受尽真侪的恶尘诸无共的国家，因。的智慧呀，无比人较差。因的领悟力呢，参加因的发心入愿呐，无比人较少。尤其是因把握迄种坚持志愿，先修学思维，因的观念呐。就是安尼接受着信仰了后，相信，因真心相信，因呢发心入愿呢，就是要学
去到哪一个所在，因就是甲法啦，法随心，因的法随心伫咧修行啦。因在人间中呢，就是思维修，不管人间是虾米款的苦难，不管人间是虾米款的习气恶乱，因的心就是遐尼定，安尼伫了付出，从心无边世缘道，因开始呢起步啦，烦恼无尽世缘断，因原来生活都无好过，本来呢是贫中之贫啦，现在已经呢是贫中之富啦。心灵的财富，打开心门，那天地之间啊，万物道理啦，无不都是呢吸收入心内，这是因为心灵财富啊，消除了烦恼，因勤修行，烦恼呢安尼消除去啦。这呢，就是因行菩萨道，迄、那个目标准确啦，向佛道伫咧行，四方誓愿呐，这应该毋是修着啊呢？这就是其他因，就是安尼一生一世，不只是一生一世，哎，生生世世。这个经济已经呢，也入伫内心呢，家己呢，伫咧勤经营，安尼伫咧做啊，安尼伫咧修啊，这些，互人欢喜啦。咱爱向因学学佛法啦，咱比因自持嘛，但是呢。因的勤精进是咱爱对因学，因为因的精进在因的困难的环境中，会当安尼勤精进，这点咱爱向因学哦。所以先修学思维，四方誓愿，这是佛佛都懂啊。大愿就是四方誓愿，学佛者应该呢也爱有安尼的心愿呐。第《法华经》已经到达了，第学无学人得要受记第九品咯，所以学无学。人啊，文化皆得记，只要你有要修学，有心啊，咱现在就会当了解前一篇啊，佛陀已经普遍的为上随众千字笔人啊，统统都会当得到受记，在座的500人。佛陀呢，亲为受记，有个人呢，无伫咧现场，嘛交代迦叶尊者，你若看到伊，你替我向伊讲，人人得成佛，佛已经为因受记啦。即马佫落来呢，佛陀开始啦。要再为学无学人受记，这是不是已经证明啦？只要咱发心学佛啦，不管你是初发心，或者是呢，已经到达了最高阶层，四果罗汉等等啦，拢总会当得佛受。未来生活的
记，这是小乘。大乘呢，发菩萨心，只系你发一个菩萨心啦、啊。大乘菩萨的法入心来，佛也是同款，通通受记咯。所以，咱知影，咱现在也是同款啊。咱讲过无听到五辟地主，内底咱嘛其中之一，也那无呢？无听到咱的千二辟的内底，无听到嘛是其中之一，也无听到呢？的学无学人中呢，将佛的要受记的人，无听到咱嘛是其中之一，也那无。无听到，伫顶点结晶啊，受着王子，咱嘛已经听过了《法华经》大乘法啊，这个经旨，咱嘛已经吸收到啦。真呢，咱对家己一定爱相信，咱生生世世呢，这无明较重啦。或者是生生世世，也就是阿弥的因缘呐，来度众生，这各有因缘。不管你现什么相啊，就是阿弥的因缘，多多少少来接引众生，这拢是伫咧结成佛缘呐。人人平等啊，所以人人可成佛。所以学无学人，文化皆得机啦。现在呢，这阿难、罗诃罗，也阁有真侪人啊，未曾受记。的人也未得到佛受记的人啊，心思未安，这就是咱众生哪怕呢，已经是伫咧伫佛的时代依佛当世啦，伊嘛是有这份微分小我的执着啊，啊那大家人拢是。大家人是肉的人，啊，我阿难，啊，我罗诃罗，我是阿难呢，我是佛的使者，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咯，啊，哪会无叫到我的名？啊，我是罗诃罗呢，我是佛的子呢，哪会无叫到我的名？是嘛，也未安落来。不过呢，家己真有信心，正面的文呐，就讲啊，咱嘛快得，真紧就会得到佛的要为咱受记啦，真紧就会轮到咱，应该爱欢喜咯吼。所以啊，摄入受记意。君贤济喜，好，我那会当得佛教我受记啦。其他的人一定都有分啦，大家人呢应该也会当得到受记吼。那真呢就是正面的文吼，咱爱正体会，也也了解这个含义。不过上重要的，咱呢是爱先修学，好好思维咱的心，爱定。既然呐、啊、发心入佛门来，咱的心嘛爱真定呐、啊。咱的弘誓愿呐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佛的庄严。咱是学佛，应该呢也爱学佛的庄严，生生世世
都是爱发阿弥呢，四方誓愿，这是咱的目标。目标是阿弥，咱来身体力行啦。下面来看这段经文：逆时阿难，罗诃罗，日作思念，我等每作思维，悉得受记，不亦快乐，即将坐起，多以佛前，调眠礼着。记得佛言，这咱都已经讲过去了吼。阿达阿难参加罗诃罗啊，伊嘛知影，那要得受记啦，应该呢差不多，应该是轮到咱了。因自然将因的座位安尼徛起来。走出来，来到佛的面前了啦，用真恭敬的心来礼拜呀、啊，就跪在佛的面前，向佛表达因的心意。那下面这段文就是安尼讲：世尊啊，我等以处亦。应有分啊，唯有如来我等所归啊，由我等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见地识，这表达了因的心意咯。世尊啊，我等以处亦应有分，我应该有分嘛？前面拢已经受记啊，即马接落来，敢毋是着轮到阮啊呢？阮应该嘛有分啊，佛陀应该也会为阮受记嘛。这些家己内心啦、啊、有所啊，但是佛陀也未叫着我的名啊，我的心不安，我都家己呢站出来啊，向佛表白我的心意吼。伫、哦、这个受记的人数中啦、啊，也未叫着我的名啦、啊，我应该呢。也有将来的生活啊，现在应该呢也会当得到佛甲阮修己生活这个角度吼，那来甲阮证明这些阿难罗诃罗啊，那向佛表白的心声，伊讲以处。亦应有分，这有两行吼的意义啦。一行就是讲，用佛法来讲，我等亦当此证无上菩提，以受记言呐。我等同是声闻，亦应受记作佛，因为呢。佛陀讲啊，心佛众生啊，三无差别啊，这是佛法的真理啊。既然呢，佛向大家人受记啊啦，阮应该呢，同款会当此证无上菩提。阮呢，阮同款啊，既然发心啊。
阮的方向正确啊，阮应该呢方向也是在菩提道上，这是依法来讲吼。那以受记言呐，以这个受记吼，那就是人事的形式来讲。五顶同时成文，亦应受记作佛。以人间事来讲呐，阮嘛是同款，伫佛的身边啊，相随佛来修行啊。那一直伫咧受佛的教育，阮嘛是同款，将佛口说法。成长阮的慧命，所以也是同款成文呐，从佛口生呐，佛陀口说出法来，阮的慧命成长呐，阮是真实成文吼，那一应受记作佛，阮嘛应该呢。得佛教阮修记，将来成佛的国土名称啊，这是从人间事来讲吼。阿难甲罗侯罗呢，嘛是对这个人间事的意识啦，嘛是真看重啊。在那对佛来讲呢？唔免受记，咱将来呢，嘛是会当作佛啦。只系你按照佛陀所教育的法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一直爱教家，咱觉悟，觉悟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，将有为法啊。去体悟到无为法，这种有为汇集所有一切，那么将这的有形，咱用心思维修啊，真微细去甲伊体会，就亲像拄则讲菩萨。在咧照顾苦难的众生，全省大家人，咱在咧照顾的苦难人，嘛希望呢，因的厝边头尾拢会晓来甲伊照顾。那咱对因好，希望遮的人也会当帮助咱在咧帮助的人。来，类似阿弥呐，这里才细腻。这就是有为法，这会当做作啊！咱一念的善心起，为遐个甲咱无关无系的人，咱定定去帮助因，定定去关怀因，用这个身躯以身作证呢，去教育周围的人，和大家人做典范，和大家人呢。对这个家庭，弱势的家庭呐，也生起了怜悯的心，咱搁再来去甲因互动，去甲因拜托，安尼呢，这个弱势的家庭呐，咱会较安心吼。这呢，就是有为法啦，有为法。是有限的时间，因为呢，人生无常啊。现在伊伫咧伫咧受苦，啊，我现在呢是学佛，启发我的爱心，启发我的慈悲心。我要疼惜伊，我要照顾伊，但是呢，我嘛是有无常的一天啊。所以人甲人的中间拢是无常。现在因的囡仔也细汉，哦，未来呢，这个家庭的囡仔大汉啦。现在是咱帮助
未来呢，无听到这个家庭的囡仔呢，大汉一过去被帮助，这个因藏在心呢，会精致愿意去帮助别人，这呢就是有生有灭啦，人间生死啊，有轮回，这拢叫做有为法。但是伫有为法的内底呢，就是有无为法存在。人人本具佛性，这就是无为法，这就是道理呀，这就是真谛呀。这个佛性呢，就是普天之下、天地之间啊，迄个真理，那就是啊，人人的真如本性，人人都有这个真理的本性存在。所以讲起来，咱学佛啊，这种法本来就是存在，但是呢，需要有人间呐、啊。这个有为法，这修行嘛爱有仪式啊。透早、早暗、早暗课，透早听经，顶顶啦，进出的礼仪，这形象，咱拢嘛是爱讲究照顾啊，这种威仪啊，形态。在我们生活中的心态，这个心态跟我们的形态要汇合在一起。修行有修行人的品格，修行有修行人不一样的生活形态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，那就是修行，分在家出家，出家呢，爱时时顾好这两心，甲咱的身形，甲咱的行动，所以叫做修行吼。咱的行动啦，甲在家人较无同，啊，都爱定定用心啦。啊，在家人呢，对，修行佛法的人。跟一般呢，佫无同，因为呢，因的心态，心中有佛啦，行中有法啦，所以因对人啦、处事又是佫无同哦。所以自在人啊，在社会中，予人人看到啊，起信心，会肯定，这呢。嘛是的，这形态中啦，甲心态中呢，那到底安怎做？同款的道理吼，所以有法参加伫人间的形态吼，那参加呢伫这个法的形态，这两种呢，那爱用心去体会啦。下面讲吼，唯有如来，我定所归啦。啊，现在。因都讲出来啊，阮一生的依靠啊，就是佛陀啊。因为佛呢，的智慧将天地宇宙间的真理，将佛陀的觉性慧海啦，不断啦，安尼将扣出，阮不断来接收佛陀和阮的。所以佛呢，是阮慧命的归向。所以我定所归吼，
如来的法啊，是阮大家人所归依处吼，阮所依靠啦，就是一心，这些心啊，心灵的归依啦，咱人人的慧命啊，心灵的归依，所以一心归向于如来，得见明晓性果位。慧彼之所归吼，佛陀的大乘法啊，是阮大家人所归向的，唔是呢？要停替伫这个小乘法的内底，阮所要归向的，都爱亲像佛啊，发大心入大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我们要断尽烦恼，我们要修尽佛法，我们要成佛啊！所以佛陀是我们大家人心灵所归向的。所以如来就是佛十方之一啊。如假真如呀，如就是真如啦，就是真理啦。这真理是阿弥，千古不变。这叫做如是，如是理，如是法。这就是真如。那性。真如之道，从因来果呢，而成正觉果，名为如来。就是这道理，为着要追求这个道理啦，咱就是安尼生，就亲像咱的方向，乘一台车要去倒位的方向。一台飞机要去倒位的方向，一台船要去倒位的方向，这是一个方向哦。那咱的方向就是性真如的道哦。咱的方向是要回归真如，是回归真理啦。从咱的烦恼无明起底，回归呢？就是真理吼，那么这个道啦，就是角度，角度都是真理吼。那从因来果，从迄个因呐、啊，因定点结晶呐，无法度去算一生俱来啦。从因来果，生生世世啦。安尼呢？这个因都是拢存在，只是呢，咱生生世世到底咱接触到偌济佛法，咱甲佛法呢收入心来，这个精致啦所造作，咱有存偌济真如的精致，伫咱的心，伫咱的觉性，伫咱的慧海，到底呢？咱修力偌多，诶，这个法，互咱的德性有成长也无，互咱的慧海呢有增长也无，这呢就是爱看咱家己吼。所以从因来果啦，咱那是生生世世不离佛法啦，安尼在人群中无离开佛法。自然啊，
行政港，这有这个因地的，也咱啊照安尼呢，生生世世啦，因那罪啦，果都无生啦，一片土地，你要甲放几粒种子，或者是几百个种子，或者是几米罗的种子，都看你偌侪种子。在大地上呢，都有偌尼多，植物啊，它都有偌多吼，三两粒啦，啊，就是伫三两粒里吼，也那是千万粒啦，啊，都有千万长一大菩提树，同款的道理啊，咱来不断因可以种地方啦。不断的果呢，也爱可以成长吼。安尼呢，咱就真正对这个真如啦，就是道理啦，咱慢慢地理解体会，体会真如道理。咱若愈了解啦，就是因愈增长，那果愈增长啦。常常甲大家人讲。听法爱入心啦，入心呢，迄粒种子都伫咧。也若无入心呢，那就是老掉去。过去一段时间，一直讲老，甲无老吼，啊，听过都袂记哩啊，就是老掉去。听过呢，那放伫心里做一出来，会当改变咱。反复啊，无好的习气改变啦，现在会当行入轨道啊，这就是果啦。现在咱已经将因成果，啊果呢，再来就是果因啦，未来就是因。现在虽然是果，未来就是因哦。那咱。未来呢，就是像咱现在已经完成的这个果呢，就是带到未来呢，是因啊啦。总共一句，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呢，过去的因，现在的果，现在的因，未来的果，拢总是安尼伫咧循环。看你的善因善果呢，有偌济啦。啊，就是安尼呢，来回啦，生如是法，自来人间，这叫做如来啦。搁再有生真如之道，来三界随化之故吼。那这个法啊，咱既然发心，就是第三界内啊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来来回回吼，三界来啦，嘛有六道啊。所以讲，六道都是伫三界诶内底咧。到底咱去到倒一个界，毋知影。毋过呢，咱希望咱诶道理还是呢爱入心啦。啊，希望咱爱发心入观，咱不管去到倒一个界啦。咱呢，就是教化众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咱就是要去度众生啊！这叫做如来，是应心如来，是应这个因缘时间而来的啦。那再讲吼，由我定为一切世间天人。阿修罗所见地色，这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应该
那就是在诸世间天人阿修罗四种中，或者是八部天龙八部啦，应该拢总目云啊。因为我是佛的堂小弟，阁是佛的弟子，那我是佛的囝，阁是佛的弟子，吼、哦，等等啦。所以除了四种弟子目云，其实呢，天龙八部啦，嘛拢目云咯，吼、哦。哇，应该佛啦，会为阮受记吼、哦，所以所见知识，这个所见知识呢，就是知人识义吼。哦一个人，捌这个人，啊，伊个名叫做阿兰。哦，了解阿兰呐、啊，多闻第一啦、啊。阿兰呢，真善良啊。啊，了解，捌罗耀罗。啊，罗耀罗是佛的囝。好、啊，罗耀罗呢，是伫王族中出来的。罗耀罗呢，伊密行。罗耀罗。真有忍辱的心，他这就叫做知人识义啦。知影因的德行呢，到什么程度？这是大家人呢，拢总了解人性的人，叫做知识。我捌伊，啊，我阁了解伊，这叫做知识吼，唔是叫做知识，是。知识吼，咱知影这个人，我嘛捌伊个人，佮了解伊吼，见者就是知其足性，知影伊诶精神，因为印度四圣阶级真清楚啊。到佛陀在世，虽然要讲互伊四圣平等，也佫也袂啦，所以见者。就是知影伊的这个精神吼，那伊的足性啦，所以闻者就是了解知影伊真这个才华真好吼，那这有的人来皈依啊啦，有的人是伊的好朋友，意思就是讲罗耀罗甲阿兰呢。人捌的呢，面真宽，有的人皈罗耀罗，有的人皈阿兰，这因嘛拢修弟子啊，也嘛有阿兰的好朋友啊，嘛有罗耀罗的善知识好朋友啊，这呢拢叫做所见知识吼，大家人捌吼，知识呢是朋友的异名啊。就是我的善知识吼，也是我的好朋友啦。也就亲像人讲啊，我知，知这个人真善良啊，我知迄个人是生做安怎？你咧讲这个人的名，啊，我捌伊啦。啊，生做啥物款？悬悬哦，啊，真高挑啊，顶顶啦，啊，伊真善良，真呢。我拢捌你，这就是
知影这个人吼，知影这个人是善的，哦，这个人真好，你会当甲伊做好朋友啦。这善知识，实际是呢，人伫咧探听这个人，哈，这个人吼，就有种种的缺点，啊，较恶啦，比较呢，脾气真无好吼，那啊等等啦。会缺点啦，你若甲伊斗阵呢，啊，你注意啦，哦，互人先知影。咱要度人，咱嘛爱先知影人的脾气啊，知影人呢伊的习惯吼。所以这就是咱要说法的对象啦，爱知影是善或者是恶，爱知影伊的性质，知影伊的脾气吼。所以咱爱先去。捌人吼，所以说法引导我以善处者，是善友啦，故发善知识吼。那咱安尼甲咱引导的人，拢是咱的善知识。咱要去引导人呢，咱嘛是人的善知识。所以所见知识啦，这拢总是咱咧做，人咧看吼，同款的道理。修行咱嘛是安尼啊，互人捌咱，但是呢，咱的行为是啥款？人捌咱呢，对咱的评论是啥物？这都爱看咱平常修行啊，的行为是啥物？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